接下来，我们再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看一看，一间充满高科技元素的公寓，可以作为触摸显示屏的墙壁，1:1大小的人物投影，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连通世界。早晨，墙壁上的闹钟响了，朝它挥挥手，闹钟就会自动关闭。通过这面墙，可以和朋友视频通话。虽然只是一个真人大小的投影影像，也能带来面对面的交流感觉。这个房间几乎所有的墙面都是显示屏。地板也可以利用起来，或浏览网页，或玩玩游戏。这里就是由西班牙研发人员打造的一间智能公寓，房子采用了一种最新的智能系统，住户利用手势或者语音控制，随时随地地进行操作，屋内的任何物品都能用来交流互动，界面无处不在。Tiene una capa que es la de la interfaz, que es lo que permite al usuario, digamos, interactuar con esa capa, que es a través de un sensor Kinect que detecta las manos y entonces puedes interactuar con las proyecciones. La segunda capa es el software que permite controlar distintos dispositivos en la casa y poder activarlos, desactivarlos. 蒙斯介绍说，第二层系统软件包括开关电灯、打开家电、播放音乐等等。这间公寓的硬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，但是软件开发工作只完成了40%。目前这间公寓已经有一名入住者进行了体验。东方卫视编辑报道。